来序幕。是的，台铁运力五班成立至今已经25年了，曾多次参与台铁、交通部大小型活动的演出，均获得好评。本次成员来自台铁各单位，待会唱名道，请同仁也不吝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，好吗？包括业务处的柯伯良，主计是吴慧平、何志清，行政处林秋海，资讯处刘佩成，材料处詹长娥，机务处于信珍，台北站于锦霞及台北东路段杨美华等。横跨岛中心三站，为大家带来魅力四射的舞蹈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充分的。很多爱护台铁，也关心台铁的长官莅临的现场，劳工。